传统文化、大乘佛法确实带给你，就像方东美先生所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要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学这个干什么？人活在世间，最幸福的快乐人生。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现在人讲没有压力。每一天笑呵呵的，这个人生快乐。跟有地位有财富不相干呢。幸福快乐是第一了。我们看到很多富贵人，富而不乐，贵而不乐，我们要健康长寿，要幸福快乐，孔孟学说里头有，大乘佛法里头有，你得真去学，你才能得到。